这边是我们口罩机的一个切片部分，然后现在这个机器还没有上电，我们先上一下电。它的这个上电旋钮是这一块，现在是水平状态，然后切换成数值状态，然后就已经上电了。我们先介绍一下这一个几个按键。这个白色的一个灯亮是一个电源供给电，这个是手自动的一个切换旋钮，这个是绿色的按键是启动按钮，这个是复位按钮，这个是急停按钮。然后进入页面之后，我们首先可以看到有一个中英文的选择，我们选择，我这边选择中文进入，然后可以看到这个页面当中，它是目前是停止中的一个状态。每次开机我们都进行一个初始化一个过程。然后可以看到它这一个黄色的旋钮会亮。然后初始化完成之后，我们可以看到上面第一个准备就绪灯已经亮了，然后这就代表着我们机器已经启动完毕了。